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医疗事故那破好，敌军还有破个口倒不算是医疗事故，只是有点生气。直接投诉，投诉他这个月没奖金，拉倒吧，我也暂时不懒得理了，算了。翻滚中，我有后去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看着了，我这高低我得骂他两句。我说你他妈会不会整？不会整你就别整。如你所言，挂钩，挂钩，挂钩。哎呦，我暴击了！把我的摄像头挪一下，要小心。哎，错了哥，错了哥，我错哪了？我错哪了？错哪了？错哪了？不是，错哪了？我问问你，我问问你错哪了？我问问你。这么狂吗？开壳子都敢一直打？好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完了，回家吧。怎么天天看录像啊？这个录像你可以送个飞机试一试。我们正好福星挑战一星没过。标准对局啊，翻滚中，太跟我打呀，可以，也拉不死，算了。如你所言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你跑啥？我又没打你。那也是什么赵信？哎，太 A 好，我得等个余震能杀。
攒个六吧。嗯，玩嘛都说了，嗯。战神不玩了，兄弟们，战神就不跟你们玩了。玩我们就玩啥呢？我们等大多数，哎，开了，我就那游戏我挺期待的。战神其实我不是很期待，我说实话，我那战神四都吃灰呢，嘎达过，整个我一共就打到那个一个圆盘，然后，嗯，哎，一个圆盘，然后有里边有飞虫的那关，一共就打到那一关，我就没打了。战神四都吃灰呢，好，战神五更不玩了。瞒着这么狂吗？搁我面前回城，他凭啥这么狂啊？啊，他凭啥呀？他是觉得他无敌了吗？你可以接受。你早点放啊，早点放，壳子不没了吗？我先放的壳子，壳子没了，我们主力的虚区也就没了。觉得你无敌了是吗你啊？我操！那把还有个粑粑人，翻滚中，他们没个打，马上我就上高地。我觉得我可以上高地了。
如你所言。为什么会来个机器人啊？但其实我觉得啊，我让机器人杀掉也不是不可以。不过我还是自己表现的有点求生欲，我觉得。这里应该没有眼儿吧？翻滚中。第二个出什么呢？日炎，再出个日炎。这不全死了吗？这有了反甲就是不一样啊，这伤害玩吧，还是得要反甲。能勾着，我靠，这什么勾，好远的勾，好像有小兵卡了我一下位呀、啊、有小兵刚卡了我一下位，来板甲吧。把这机器人给我杀了，我让你勾，你喜欢勾是吧？送我一个双棒。你喜欢勾是吗？你是不喜欢勾啊？我听说你喜欢勾。太狠，太狠，好狙！我听说你喜欢勾，嗯，你是喜欢勾吗？该我了吧，我看你也打够了。如你所言。2200回家了。
兄弟们，我来一波1v5。好。我去高地，你们看着。我不能1v5啊，猴哥，我随便威。我先杀个信哥。喜欢勾啊？喜欢勾机器人。再不管不回来家没了啊，你看周打下去基地爆炸了，那我就不能1v5了。德莱文值钱了，可以。什么意思，信哥？你挡着！我不赢了！哎，不行事儿，这谁打我呀？没有壳子了，1v4都不行，猴，不是1v4不行，是我们有余震，明白不？我们的主要伤害来源于坦度，来自于余震，没有余震，我的坦度少一半。因为刚才杀你信哥的时候，余震打没了。如你所言，五个人同时打我们，来个余震，再来条土龙，无敌了。赶紧拿土龙！你看我开个 W 是725，我如果余震触发，那就是1000。千多跟725差的还是挺多的。可以。还要杀你。你看刚才打勇们1070多，有余震这塔都随便越，是吧？喜欢勾啊？喜欢勾吗？啊！你看这余震出来都不掉血，你看到没？
来个九头蛇，如你所言。面具也行，都可以吧，钱不够一会儿再说。翻滚中，我去一 v 五，你们大龙要我一 v 五一波快。压没了，撤，兄弟，撤撤撤！你撤你撤你撤撤！你撤呀！你得撤呀！你不撤，这还怎么算是一 v 五？拿刀把自己弹死，没他你打不过这一波，嘿，被你发现了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，没他确实打不过。